香港過去咗25年咧，我諗嗱，實際上你話發生嘅事務，咁即係話咧，你喜怒哀樂都好啦。咁咧，你嗱當然啦，一個人咧，即係普通人都係嘅，記住嘅嘢咧係一定係深刻嘅先記得住嘅，開心都得嘅，唔開心都得嘅。咁但係咧，事實上咧喺過去25年咧，我哋記得到嘅，咁尤其是越近越遠記添啦。咁咧都係好似唔開心嘅多，咁咧就係或者咧就係都係苦難嘅多。咁香港人咧，事實上而家嘅處境咧係非常差嘅，啲中小企好啦，香港人嘅生活啦，香港人嘅就業啦，香港經濟啦。香港人嘅喺個政治上面，或者個生活上面，或者個市民嘅生活上面咧，都拉得好崩緊嘅。咁咧就係依一個咧，都係香港人記得嘅。咁咧亦都即係無可厚非嘅，好正面啦。就算好正面去睇件事咧，咁事實上咧發生嘅嘢都係負面嘅。咁咧我記得嘅嘢都負面嘅。你話如果記得香港人咧記得好開心嘅嘢咧，我真係又諗唔到啲乜嘢。即係真係咧過去25年諗唔到啲乜嘢。咁即係話咧過去25年，即係如果你做個總結咧。嗱，當然啦，你要 recall 翻好多嘢，睇翻好多相片，睇翻好多記嘅報紙，可能 search 翻好多事件，你先可以做一個咧就比較全面啲嘅一個咧，就係、是、去嘅總結。但如果你就咁咧一剎那間去諗個總結咧，我真係諗唔到啲咩正面嘅嘢，真係諗唔到。咁咧就係變相咧就令到香港人覺得咧，好似過25年咧，我哋個生活咧就麻麻地。咁咧就你睇一睇咧樓價咧從來冇改善過，咁又或者房屋供應冇改善過。又或者咧，甚至乎咧，我哋嗰個總體嗰啲福利啊，又或者我哋嘅生活上嘅質素咧，睇嚟都冇改善過。咁曾經一段時間好嘅，咁但係而家其實跌低咗。如果你話咧喺政治層面啦，包括選舉啦，包括咗咧，就係、是、你唔好話去到雙普選啦，你喺個選舉上邊咧，去向住個目標咧，我哋不嬲都未到，都未達到嘅。咁但係而家似乎我哋個處境咧，係翻去97年嘅時候，即係歸零咗。咁即係話咧，無論你經濟政治。在民生咁咧，社會上面好多層面上面咧，都係令人覺得咧，就有啲咧就係唔係咁理想。咁希望嚟緊咧，第三屆政府咧喺第26年開始咧，咁有一個脫胎換骨嘅表現。大家咧就係、是、一蟹不如一蟹都幾明顯啦。即係話香港政府，如果你講成個管治班子去睇咧，都唔好淨係睇個特首啦。每一個特首咧，每一屆政府都有一個管治班子啦。咁咧，由董建華管治班子就出現咗85000嘅巨大上嘅錯誤啦。咁跟住去到咧，就係去到曾蔭權啦。曾蔭權咧最初咧，其實任一招咧，係直接令到香港處於一個金融上危機嘅一個咧主因嚟嘅。因為佢一招即係拉高世界嘅利率，就諗住咧就可以拉高人哋咧借港拆借港元嘅成本，從而咧就可以保護到聯繫匯率。嗱，呢招係錯咗，而且咧係當時完全唔察覺，係導致咧1998年10月咧係俾人攻到冚啊！咁咧就結果咧搞到咧就係即係都幾大件事。好啦，去到咧梁振英同林鄭月娥到啦，你要講民生發展咧，房屋嗰方面咧，佢兩個政府咧其實都冇重視過，咁導致咧香港嘅土地供應唔足。咁咧，亦都房屋嘅策略啦，或者興建房屋嘅一個咧，就係個工作咧，都做得非常之差。咁如果你話咧，政治上咧，無論梁振英同林鄭月娥咧，係更加令到香港咧，係本來啊，大部分人咧，其實對政治冷感嘅。咁咧就結果咧，就導致香港人咧，可能係就算係和理非好，就算係個心咧冇任何嘅政治思念都好咧，咁都令到咧啲人咧有啲熱情緒。咁啊，結果咧，呢啲情緒咧係更加進一步打擊埋經濟、打擊埋民生、打擊埋成個社會。咁咧，你可以咁四個特首啦，冇一個咧，即係真係令到我哋覺得滿意。嗱，林鄭月娥咧，我諗係佢個人嘅特色咧，係俾香港人非常之非常之難接受。成件事咧，你話咧，2019年嘅活動嘅運動咧，其實喺6月9日嗰日冇出嗰張 memo， 冇出嗰張 memo。喺6月9日嗰日咧，唔係堅持。咁咧就係一開始冇咗6月9日，一去到6月12日咧，件事冇咁嚴重。嗱，當時咧6月9日同12日之間嘅轉捩咧，就係6月9日就係因為嗱6月12日當然啦，佢有鎮壓啦，又開始用武力啦。但係6月12日咧，其實佢縮咗嘅，佢縮嘅。6月9日咧，佢仲谷緊。當大家覺得咧就係個逃犯條例咧有問題，咁咧就大家都覺得唔應該咧就繼續推進。佢6月9日咧11点仍然咧漏夜出一個 memo 咧，即係出一個公告一個告示咧，係繼續去推進，咁令到全部香港人咧都非常之非常之咧就係反感。嗱，依一個咧可以突顯到林鄭月娥咧嘅特色，第一個離地啦，第二個咧就係自大啦，第三個咧就係咧剛愎自用，咁第四個咧亦都小家，即係個胸襟唔夠闊啊，咁導致咧就係當時咧令到好多香港人好都好憤怒，咁大家上街啦。咁結果導致成件事一發不可收拾。
嗱，當中仲有好多細節。其實咧，如果係林鄭月娥當時處事處理得好啲咧，根本就冇可能去到咁嚴重，根本就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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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錯誤決定，同埋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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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嘅事件發生咧，先至令到件事咧越滾越好似雪冚越滾越大。咁咧就成件事可以見到咧，香港人我諗都大部分普遍咧都會認為林鄭月娥咧係對成件事咧係即係唔能夠咧係唔負上全部責任嘅。咁而另一方面咧，佢到而家都唔肯道歉，都仍然咧就係覺得自己冇錯，甚至乎推落去咧而家新嘅特首度話佢咧就喺當時做局長嘅時候咧解説唔夠清楚，包括咧做 Q&A 都冇。咁咧呢一個咧就令人覺得詫異，因為當時咧林鄭月娥係特首嘛。他應該對整個政府施政負責的，不是現在賴回轉頭走指指指回人家。好，另一方面去到疫情方面，疫情方面更加慘，香港9000多人失去生命，當中只是老人院看主老人家是完全無防備之下，是結果就大幅被染疫。而另一方面就是個疫情令到香港社會是經濟和香港和國際的接軌和中國大陸的接軌完全斷裂，可以見到林鄭月娥完全沒有辦法去駕馭到呢個情況。咁雖然話喂呢、這個疫情咧就係百年一遇嘅，咁佢唔好彩遇到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唔可以講咧，佢係喺而家咧，就算中國大陸嘅管治，或者咧加埋澳門、香港，跟住咧加埋新加坡同中國大陸咧，可以咁講，香港係明顯地咧係表現最差嘅地方嚟。嗱，成件事好簡單啦，就係、是、林鄭月娥而家個政府辦公室咧，嗱其實佢可以揾啲保育嘅樓宇做嘅。咁咧就係佢孤壁村啊嘛，咁而明明地嗰個前特首辦咧根本就夠位嘅，咁啊董建華唔用噶啦嘛，曾蔭權都唔成日用噶，來去都梁振英一個用嘅啫嘛，你見到大家成日見到梁振英喺裏邊被訪問噶，係影到相出嚟噶，咁點解唔俾林鄭月娥用咧？係咪因為林鄭月娥孤僻個頭咧，孤壁村咧，人哋即係同佢夾唔到咧？嗱，結果就要租咧，就睇到廣場一個110蚊，可能咧110蚊一尺嘅地方，喂幾多錢110蚊啊，大佬？你俾林鄭月娥去做一個咧，唔係執行一啲常務工作嘅地方，係用110蚊嘅尺租，係講緊咧係世界級嘅金融機構或者世界級嘅機構先會租用嘅地方。依個係仲係世界最頂尖嘅租金水平嚟。喂，我哋個前特首佢根本就冇乜功能噶啦。你話如果咧有啲朋友，佢啲老朋友、啲政治朋友嚟訪問佢，嚟咧就或者嚟咧就嚟咧探佢。咁都唔需要去到一啲甲級地方啦，甲一級嘅地方啦。你其實咧就如果需要嘅50-60蚊嗰啲咩統一中心啊，或者咧美國銀行中心嗰啲已經夠啦。交通又方便，咁咧而且咧有海景，咁唔需要咧去到一啲咁高級嘅地方。因為佢實際上阿林鄭月娥咧會利用依一個辦公室去接見外賓嘅機會少之又少。咁咧就即係簡單講啦，我哋覺得咧佢係浪費緊香港人嘅錢。